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你好吗？面对现在的境况，面对一直在祷告却看不见改变的现况，面对未来的道路，你的心好吗？以赛亚书41:10说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不用惊慌，也不用害怕，我必赐你力量，帮助你，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。或许事情不一定照着我们的计划走，但总会照着神你的旨意继续往前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，把自己的心，把一切我们所祷告的，所寻求的，我们一起用方言祷告，再一次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再一次的用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撒巴巴巴巴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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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
得着恢复，得着力量，得着盼望，得着帮助。耶稣，谢谢你是我们的泉源，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的平安，是我们的医治者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耶稣基督，圣洁美丽，无人能及。赐我气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生命。耶稣基督，圣洁美丽，无人能及。赐我气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生命。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，困难中我能刚强站立。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，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。我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相附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基督，圣洁美丽，无人能及。赐我气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生命。耶稣基督，圣洁美丽。
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欢迎你，你先来洗涤我们每一个人。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外加了很多人的言语，很多人的期待，好像这一些重担重重的压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你现在先来洁净我们，先来苏醒我们，把这些不属于我们的现在就全然的抖落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你现在来服侍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来服侍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家人们。主，你向我们的生命来吹气，吹入你圣灵的风，吹入你爱的气息。主，你将一切的这一些重担压力不属神的意念都全然的来脱落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领受，我们向神来扬起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双手来向神敞开。撒巴巴巴巴，撒巴，圣灵欢迎你。撒巴巴巴巴，关闭掉那一些不是从你来的声音。撒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。关闭掉环境的声音，撒巴巴巴巴巴，苏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，关闭掉那些从别人来的声音，撒巴巴巴巴，苏噜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，让我们的心坚定在你的爱，坚定在你的心意里面，撒巴巴巴巴。
许面对环境有很多的不确定感，但神是信实的。不管你正在经历的是痛苦、沮丧、失望，还是想逃避，是困惑，好不好？这些我们先停止，先在神里面得着力量，让自己在神里面再一次的重新得力。亲爱的主，你使我们的灵更多的与你对焦，更多与你对齐。在今天的早晨，你就脱去我们所有的疲惫，你带领我们除去我们跟你中间的帕子，好像我们跟你面对面，进到你的至圣所当中。主，你先来充满我们，你来充满我们，你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的耳朵，所看所听的都是你。主啊，唯有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跟力量，你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。我们要说，在你的殿宇一日胜过在这世上千日。主啊，我们渴慕进到你的殿宇，我们渴慕留在你的殿宇，与你面对面，享受你的爱。主啊，就是现在，就求你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为我们关闭那些外来的声音，让我们只有看见你，听见你，口中来称颂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当你享受，当你浸泡在神的同在里，圣灵要来洗涤你的身心灵魂体，要来为你除去生命中的谎言。好像有的你觉得你没办法跟父神和好，你觉得你没有办法，很神没有办法，父神没办法爱你，父神没办法亲近你。我相信圣灵在这时候
要来帮助你挪去这样的谎言。有一些人你持续的在某个瘾或是某个物质某段关系当中，好像你总是胜了又在跌倒，胜了又在跌倒，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个控告在你的里面，是你不应该这么做。有一个谎言是你永远胜不过这个东西。但是我相信圣灵今天要来帮助你转眼向神，好像我就听见神来对我们说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孩子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我所拣选的。当你专注于我，当你专注于我，你要成为那可赞叹的，你是柔美的，你是圣洁的。有些人你一直在专注一些事情，或是你过去一些失败经验的搅扰，你明明知道你要将这一切交托给神，但是好像你就是三不五时的会看向那件事那些经验，以至于你觉得很羞愧，你没办法单单的仰望神。我仿佛感受到神要在你跟这些事情的当中立下他的十字架，让你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有段时间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，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是你需要交托给神的，好像这件事情是你跟神中间的帕子，你就在这个时候交托给他，甚至是有一些的谎言你也可以交托给他，你就单单的跟神说，就是我将某件事情或某个关系交在你的手上，求你帮助我专心于你，坚定于你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沙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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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嗦呀啦啦啦啦啦，西里呀啦啦啦啦，嗦呀啦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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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嗦呀啦啦啦啦，嗦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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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嗦呀啦啦啦啦啦啦，西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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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嗦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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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嗦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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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嗦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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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o y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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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y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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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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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y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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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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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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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稣，你让我们的心坚定于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眼目专注于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在知道在风浪之中有你的同行，我们就不畏惧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谢谢你。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不用惊慌，也不用害怕，我必赐力量帮助你，
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不用惊慌，也不用害怕。我必赐你力量，帮助你，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话语是带着权柄跟能力的。主，我们的道路是在你的手中的。心坚定于你，祝你大过一切的挑战，大过环境所发生的。祷告领受当中，我感觉到有一些家人，你好像停留在一个地区很久很久了，然后你时常会望向远方，你常常问耶稣说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勇敢地跨出 这一步，去到下一个地方，去到新一个地方呢？我感觉到有些家人，你好像很一直很期待新的事情要来发生，很期待一个新的季节来到，很期待现在所受到的这些痛苦还有这些困难都可以离开。当我领受到上帝要对这样子的家人说，不论你现在在这里还是你往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。我感觉到上帝没有因为你正在这个困难当中，正在这个不容易当中就离弃你，而是神他很期待陪我们一起经历跨越困难的这个过程，虽然真的很不容易，虽然真的很辛苦，虽然会流下许多的眼泪，甚至有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就连这个时候，神的慈爱也覆庇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神他的爱，神他的恩典，神他的供应也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。
主，我们就一起来为着我们的新的季节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不管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，但是神，我们要带着属天的信心再跨入到下一个篇章去。主，我们要带着属天来的信心，知道神在你真的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着安息，重新得着力量，重新得着勇气去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还有困难。主，我们也要在今天来做一个选择，当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选择是我们要将这个困难来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以感谢先来宣告，我们先用信心来宣告，神，你陪我们度过这个困难，以至于当我们真的跨过去之后，当我们回头一看，全部都是神你的恩典，全部的过程神你也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主，为着我们当中的家人还有我们，我自己来向你祷告，来向你感谢，谢谢神，你真的是从来不离弃我们的神，谢谢神，你的应许也从来都不落空，因为你的话语怎么样说出事情也就怎么样成就，只是时间还没有到，但是神，我们就来等候你。主，我们专心来等候你，即使这个时间还没有来到，即使这个季节还没有过去，但是神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专心的在你的身上，我们专心的来仰望你，来敬拜你，来交托，来祷告，来练习再一次的对神有信心，来练习不是只有自己的意思，乃是成就神你的意思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为着有这样子的需要的家人向你献上感谢，为着我自己来向你献上感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你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，乃是要赐福给我们的，是使我们有盼望的。相信在等候的季节，在不确定感的季节，就是神正在预备你的季节，好吧？我们就为着这个预备的季节来为自己的心坚定祷告。撒巴巴巴，在这预备的季节，让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来祷告。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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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主，你现在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撒巴巴巴巴，撒巴巴，让我们的心是与你同步的，撒巴巴巴巴，苏噜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巴。主，我们不往后看，我们也不往旁边看，我们就是坚定于你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巴。好不好？持续的把声音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各方面的情况。撒拉拉拉拉拉拉，撒呀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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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迎向这个季节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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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巴，迎向神所帮你摆放的位置，撒巴巴巴巴巴巴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巴巴巴。好像在这过程当中，神都有话要说，神都有他美善的心意要向着你说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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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噜噜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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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呀啦啦啦啦啦，苏噜噜。或许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很多人，有很多的爱的关怀，很多的建议，撒巴巴，但只有神最懂你，神知道什么是对你的益处着想的。撒巴巴巴巴巴巴，苏噜噜噜噜噜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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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库呀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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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撒巴，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回到你的里面，回到那个初衷，撒巴巴巴巴，以至于不受环境、不受人的言语影响，库噜噜噜噜，撒巴巴巴巴巴，撒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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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撒
巴巴巴巴巴巴巴季节来为自己祝福祷告。就着刚刚的祷告，你问神，神，那你要给我的祝福是什么？主，你要我如何跟你一起来面对？主，谢谢你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我们有你的同在就够了。主，我们有你的同在就够了。谢谢你胜过这一切，谢谢你胜过环境的一切，我们内心的一切。主，你的爱使我们再一次的被建立，你的爱使我们再一次的被苏醒，你的爱使我们再一次的勇敢站立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主。我相信神不仅是预备我们，
神也在预备环境，好不好？开始也向着你的环境来祝福，向着你所担忧的事情来祝福祷告，好不好？开始宣告神的爱，神的祝福会在那里。每一个祷告都在向那里吹气。Thank you.
专心来听见你，就不致失去方向。主，让我们来专心听见你，就能够再一次的从你的眼目当中来看见我们的美好。
主，让我们来专心听见你，我们就能够继续坚定地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，不偏不倚。主，让我们专心地来听见你，让我们专心听你的声音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你们比一大群的麻雀都还要重要。谢谢耶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陪伴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个历程，这每一个历程有你就够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